11月10日下午，人气女子组合少女时代成员允儿因海外行程，经仁川国际机场出发，前往台北。当天，允儿头戴贝雷帽，身穿呢子外套，下搭黑色短裙，面带微笑现身机场。允儿在进入机场前停下脚步，挥手问候，十分亲民。在进入机场过程中，允儿也始终面带微笑，超级甜美。期间还亲切地接过粉丝信件，在行进过程中也不忘提醒粉丝注意安全，亲和力十足。据悉，允儿将出席本月28日在仁川举行的2018阿西亚 Artist Awards 颁奖典礼。魔方传媒韩国报道。앞에가 막히나 보다. 문화 씨, 아이고, 네.